前我讲了哈，有那个游泳队过来，这游泳队很厉害的哦，刚刚得到第一名、第二名。啊！来，有把握的自己从教练旁边就可以下水了哦，不要走下。是的，吃到饱。我不知道，那里庭园风景哎。对。哦，比较少。好开心。伊就讲五斤啊，伊就讲五斤啊，五间。这是游戏间哦，这小孩子嗨的嘞。哇！这件也太酷了吧！这件是 VIP 双人房，超级 VIP。不是，大家都在外面玩就好了，干嘛去外面？对呀、啊。他们没有啊，他们已经开车去了。开车去赛了。有可能。还没好。
怎么样？输的，你找位置。